海贼王 DIY 日记，这是一个呢发生在一年多前的故事啊。是什么故事啊？还记得一年前的状况吗？这一切处于未知与恐惧之中。 COVID-19 呢，疫情初期连买口罩都要排队，怎么会有户外活动呢？对啊，能怎么办啊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看见这个近乎全新的跑步机，二手价竟然只要250而已。所以呢，不管刮风下雨甚至是封城，我们都可以继续运动了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只要你有能力动手，它还有插保的保固。不过呢，这个东西必须自取，所以我就全家出动一起去把它搬回来了。好了，这个原厂的隔音软垫也送我了。这种东西哦，以前根本就不会想要去买。那去年刚好遇到了，那时候刚好都远距教学，不然没有这两个壮丁怎么办得动？我们把跑步机拆成两块带回家。刚刚那个是轻的哈，现在这个才是重头戏耶。我们应该是从卖家的四楼把这个东西慢慢搬起来。哇塞，你看，真的几乎都是全新的耶。这个连跑道上几乎一点磨痕都没有。既然是自取的，所以所有的一切都要自己想办法咯。刚刚切成两个部分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部分呢组合起来。其实它只要用六角扳手就可以装起来了。左边装完就装右边咯。啊，你怎么又回到左边了？它就还没有完全好哦。来，这下面也要锁一下。真的就没有什么啦，六角螺丝锁一锁而已。啊，海贼王，你别一直顾讲话啦，这件物件装装的。嘿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都觉得今天捡到宝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电路板要拆哦。没有啦，拆掉一个连接线方便搬运，我们现在要把它接起来咯。这个其实就是要把控制板的接头接上去而已。其实我买的当下这台机器已经八岁了耶，但是连内部拆起来都是跟新的一样。好，线接好了，我们现在把跑道放下来吧。它这有安全装置，然后还有缓降的功能。好，好，基板的盖子给它盖起来吧。左右各两颗螺丝而已，其实也不困难。然后呢，我跟我们家的壮丁们一起合作，把它移到定位。看到这里才忽然惊觉，哦，我们三个可以组队了呢。然后不知不觉啊，我们就把它调好了。好，插电来试试看吧。哇哦，都变成运动健将了呢。你以为王子与公主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吗？才不是嘞！这个啊，每天跑两个小时，一个月不到，它就变成这样了。一个月后，机台被汗水滴到变色，然后发出金属撞击声。可是它原本这么新嘞！原来海贼王你们一家都是蛮牛。暴力
我观察了一下，就发现这个缓冲器已经碎裂了，整个都烂掉了。你看，就是它上面的橡胶整个都碎掉了。就这里啊，你看，现在只剩下它的金属骨架了。这有两个办法，再用橡胶把它灌在上面，不然就是天地无极海贼借法。去买类似的东西来改。我去买了那种通用的机器底座，有没有？它一样是使用 M8 的螺杆，但是它的橡胶长度太长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直接把它切掉。哎，只有你拿什么东西在切啊？信手拈来，面包刀就上了、啊。你不要这样乱用啊，等一下会被黑哦。好了，我科学一点，你看，这样够机械化了吧？但是我发现哦，这个会打滑呢。然后哦，我们在上面做一点沟槽，重新开始。有没有？就像这样，它就可以用了。哇，接下来了呢？你看，科技始终来自于惰性。那现在我们来装上去试试看。叫我们家最大只的弟弟上去测试一下。哦，不是啊，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。试几次保证成功。如果你没有时间试的话，订阅海贼王一样可以增进你的维修与创作能力哦。订阅、分享并按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左上角还有海贼王的英文台，有空一定要过去逛逛哦。